那尊主确实是位前缘，刚刚几人招供时也说，但他们只是最低等的属下，并没有资格见尊主真容。除了自己的上级，便都是与那紫山坛主沟通，听其吩咐。从被抓的几人处得知，那群人是一个庞大组织，就叫赤焰，而各地都有分坛。他们这波是紫山坛主的属下，并不知道其他分坛的事。 这次也只是听命令来余宅救人，不管其他。至于赤焰总坛的位置，更是不知。这次收获不小，除了那群人的名字，还了解了那药物。药的确就是用长色散熬制出的，养护腺体之用，但被加入了某种毒药，让服用者慢慢中毒，因而依赖上组织，为了得到解药而不敢轻易背叛。 之前魏无羡在和魏医师商讨时就想过这种情况，看来那群人还真是心思缜密、心肠歹毒啊。于是南看向蓝忘机，道：“这么说，周洪顺也一直在服用此药？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知他话中有话，道：“就怕他不会配合。”在他们看来，周洪顺为了与周鸿昌在一起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植入腺体。 如今他夫妇二人并没有情断。周洪顺若背叛了赤焰，得不到解药，只会对身体有损。与他们合作，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，怎么想都不划算。于师南表示赞同，道：“找机会试试吧，看能否得到线索。”时间也不早了，这两日都没怎么顾得上小朋友。于师南也着急回去，抱着香香软软的小夫君吸几口，于是道。 剩下的事也急不得，各位就先回去歇下吧，明日用过早饭再回。他安排妥当，这么晚不值得折腾，就连蓝曦臣也歇在了客房。蓝忘机回房时刻意放轻脚步，魏无羡一直没睡熟，见他回来撑着手臂就想起身，蓝忘机赶紧过去扶他，让他靠在自己胸口。魏无羡懒洋洋打了个哈欠。 还不待他开口询问，蓝忘机先压了上去，捧着他的小脸，好一通亲。几乎一整日没陪他，蓝忘机本就担心他吃不好、睡不好，离了自己会不舒服。这会儿见他还醒着，就更心疼。亲完，先给了个标记，待魏无羡平息下去后，才同他说审问之事。总算有些进展。魏无羡还有些喘着，道：“是需从长计议。我们抓了他们的人。” 相信他们定会有所防备，想要顺利往下查不易，但也不会像之前那般困难。蓝忘机低头亲了亲他，道：“别想了，先歇着。”魏无羡嗯了一声，往里挪了挪，道：“上来睡吧，明日回家再沐浴。”蓝忘机也没再折腾，脱了衣衫躺下去，将魏无羡抱至怀中。 刚被标记，魏无羡本来晕晕乎乎，舒服地窝在蓝忘机胸口，忽然想到什么，他又平躺回去，拉着蓝忘机的手放在小腹上，道：“你摸摸。”蓝忘机摸得很轻，忽儿他动作一顿，定定看着怀中少年。魏无羡一笑，道：“是不是能感觉到了？能摸到了，是不是宝宝？”蓝忘机嗯了一声，又开始摸，认真感受。 之前是摸不到的，只有魏无羡自己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他们的孩子在腹中健康成长着，每日都会有变化。怪不得我如此渴求你的信箱。小家伙长大了，更依赖父亲。魏无羡将手附在蓝忘机手背上，闭上眼睛，同他一起感受。脑海中不自觉地想到了许多画面。再过一月就会踢人了，他会感知到父亲在摸他。 定会用力踢你，蓝忘机没忍住，又凑上去，在他唇上亲了亲，不带任何欲望的亲，温柔至极。魏无羡弯唇一笑，睁开眼睛，仰头看他，道：“再亲一会。”蓝忘机就又低下了头。于是南回房间时，英文熙端坐在书案边看书，见他进来，急忙起身，先是帮他褪下外衫，又将温着的参汤端来。 自己试试温度才递过去。于师南心中欲贴道：“我家兰儿可真是贤惠。”英文熙看着他没说话，待他喝碗汤浆碗，将碗接过放置一旁，转身用力抱住了于师南。怀哥哥，英文熙叫他。与此同时，收紧了手臂。于师南又怎会不明白小朋友这般为何他会抱住英文熙？道：“心疼我呀。”英文熙嗯了一声，直白道。 很心疼，多少年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，于诗楠都快记不清了。母亲过世后，他就被迫成为了大人，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，偏偏要时刻记得仇恨，要伪装自己对一切都不在意的模样，才能不被发现自己也很脆弱。这么多年没人心疼他，痛苦分化时没有人心疼，刀尖舔血的日子里没人心疼。 独自隐痛时更没人心疼，阿谀奉承的倒是比比皆是，想他去死的就更多了。此刻听见小朋友说着心疼，于师南胸口闷闷的发着酸。他早过了矫情的年岁，却还是被爱人一句心疼搅动了心湖。英文熙与他分开一些，柔声道：“以后有我心疼你，爹娘也会心疼你，阿姐一会，还有幼清哥，他更会心疼你。” 应文熙说的认真且真诚，视线在于诗南脸上来回逡巡。不管以后你做什么，都会有人心疼你。应文熙凑上去抱住他，附道：“不管你多晚回家，都有人等你。”眼眶发酸，于诗南嗯了一声，用力将英文熙搂进怀中。蓝曦辰没有直接回云深，随两个弟弟去了净室。兄弟三人围着石桌喝茶。 三只灵兽在廊下嬉戏打闹，毛茸茸对麒麟兽很是感兴趣，蹦来跳去跟他玩，一双眼睛滴溜溜转。大哥，没想到你的灵兽竟是……话还没说完，魏无羡起身喊了一嗓子：“毛茸茸，不许！”轰的一声，一团火喷出去，打在远处修剪漂亮的矮松上，将其瞬间烧着。魏无羡刚挪了一步，又是一团烈焰轰出。 几棵矮松瞬间只剩一团灰。喝茶的三人不远处站立听吩咐的下人，毛茸茸开心的在地上跳了几下，冲着麒麟兽猛摇尾巴。麒麟兽得意洋洋地扬起下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两个小东西浑然不知自己做了什么，也没察觉到身后三位主人的视线。看着两小只犯错误的滑溜溜，不动声色扫了一眼正愣的三位。 张口就把摇尾巴的小东西含进嘴里，尾巴一甩，圈住麒麟兽的脖颈，将它一并拉走了。烘博见状，忙吩咐下人赶紧打扫战场，回身对魏无羡说：“快坐，快坐，别动气。他们还小，不懂事，收拾好再栽几棵便是。”蓝忘机也安慰他道：“无碍。”蓝曦臣笑笑，没再说什么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坐下道。 大哥，麒麟兽的火比小东西的厉害多了，我看颜色也会变。蓝曦臣道：“是如此，几种颜色变换，威力也就不同。尚不知能发挥至多大，还要等它成熟些。”魏无羡又叹了口气道：“还是滑溜溜懂事。”蓝忘机给他添了杯茶，道：“再喝些。”